빠이야. 내가 진짜 좋아하는 사람이 생겨서 혼자 끙끙 앓다가 죽어버린 것만 같아서 얘기를 할. 其实我的个性是这样，什么事情都差不多差不多的，没什么好要求的。差不多先生。Oh my gosh！ 快看这张图，真可爱。哇，这件衣服真好看。好了，我觉得是有些已经看都要糊了，对，差不多了。